喂喂喂，Hello，大家好，嚟到我哋今日嘅 WLL 啦。咁我哋今日系打一个嘅哈萨克斯坦，咁希望我哋有机会啦吓。等阵先，吓亲我。OK。咁我哋首先，我哋因为头先佢哋管理层嗰边就出咗啲状况啦。OK， 好啦，咁第一场一开始咧，又系我哋 UKC 啊对阵，基本上可以玩哈萨克斯坦嘅王牌啊。咁希望佢，即系佢第一次上场啦，咁希望佢冇咁紧张，玩得开心就好啦。好啦，咁 UKC 咧系一个嘅电塔咁嘅话，咁我谂大多数可能系一个，系一个骑士桶。亦是一个火球滅頂，咁 UKC 桶打呢个抗炮50/50啦，睇一睇UKC 个桶同埋个公主嘅骚扰性能，但系呢一个吹箭应该就滚木第一解，咁就大概谂谂先啦，跟住就。我叫一隻嘅公主，咁又话再嚟一个 motor， 一个 motor 成果如何啊？好似比较麻麻少少，又系一个王子。好 ，UKC 再嚟一个桶，再加一个嘅 goblin gang， 系加咗一个嘅王子咁。咁啊，一个王 miner 就可以好成功咁打到唔错嘅伤害啦。OK， 好，咁呢个吹箭系咪有少少急咧？直接，但系有冇滚到塔啊？有滚到嘅。咁如果单系斩杀方面咧，其实 UKC 先系高啲嘛，佢有啲火箭。咁但系最紧要睇就系，本来佢一嗰个 motor 咧，如果佢一 lock 仓嘅话系难受啊。咁呢个王子都可能系一个决定点啊。其实 UKC 一被预判一条粉木就基本上 GG 噶啦。嗱，例如咁样开口中啊 ，PK。呢个火球开咗个王塔，比较尴尬少少啊呢个。我都估到佢会预判其实，咁呢个就补得唔错，咁呢一个 motor 嘅进攻有少少危险啊，讲真，你边搞唔搞个滚木啊？搞咗个滚木，再搞埋一个电塔，勉强解一解啊！呢个 motor， 冇打到塔，咁再一个桶飞啊，你一个滚木都成功解到啊！呢边其实 UKC 比较危险少少。
尤其是作为一个公主，煲茶落咗嚟啦，咁你变咗点解啊？一个骑士应该再用一个电塔好，解非常之靓，再加埋一个嘅胶布嘅，哇，解得非常之好，尤其是呢波，再加一个嘅桶底，一个滚木咧，请解晒全部，一个公主直接偷塔，成功偷到两嘢，非常之赞呢只公主。咁 UK 是追翻咗唔少血噶，咁再一个Mota 抗攻蝙蝠嘅进攻，呢一个抗攻复咗两嘢都死咗啦。咁呢一波 Mota 会唔会成为一波嘅转机？因为其实呢个 Mota 应该成功 lock 到塔一下嘅 ，UK 是再被逼交个滚，但亦都射到下。好啦，UK 是继续捉抗攻先。好，咁桶再到埋 ，UK 其实系可以考虑左路掉公主啊。好，咁呢个滚木弹系急咗少少啊，呢、這个吹子冇被解到，咁就尴尬啦。好，再用一个嘅公主解咗佢先，我呢边都唔敢落一个嘅矿工啊，因为其实都知道其实佢就系有个 Goblin 镜喺手啊。咁但系呢个 Goblin 镜用咗嘅话，哇！而且呢个火，呢、這个火箭冇炸到王子啊！咁睇嚟第一铺就啊，点话先去落拿下啦要。哇！真系呢波都打得非常之靓，打得非常之好。不过压力俾得好够，冇办法，冇办法。但系个排版系我另外嗰个排版。好啦，哇，咁快 UKC 都第二铺要嚟啦，要先有时先分一个个棍 ，UKC 分一个骨骨，会唔会系用一个 RG 咧？用一个龙宝？呢个系一个 graveyard 啦，睇嚟。咁但系 graveyard 喺打粉丝兔相当之难受，呢个系一个 motor， 直接一个嘅。Favor 落咗落嚟，中文其實冇乜一個更加比較好嘅一個牌去解啊。但系 UKC 呢一個反推要點解一解咧？仲有一個 Goblin Cage， 再加一個 Skeleton， 一個 Skeleton 稍微多少少。好啦，一個嘅 Goblin Brawler。因为是一个嘅歌军 ，UK 是一个火枪清咗佢，但系即系所以系冇选择打一个嘅火球，冇打火球。OK， 咁跟住落嚟 ，UKC 要稳住打 ，UKC 沉底一个火枪，都知道对方其实冇火球，咁呢个王子其实有少少俾机会，但系呢一个 Mocha 咧直接落埋出嚟，去抢一抢节奏啊！呢啲火枪补唔补到？补唔补到？唔补，有啲蚀，有啲蚀，但系还好嘅，还好嘅，还好嘅。尤其是呢波可以崩啦，都系选择崩，但系再跟埋一个 poison 啦，哇！用一个火球嚟解 skeleton， 有啲蚀，有啲蚀，
咁 UKC 呢波成功抢到成1000血啦，点啊？咁UKC 再用一个火枪嚟解一解，但系呢支火枪被一个 Mutant lock 伤咗，再加一个骑士出嚟解一解，呢个 Dirt Goblin 点解用咗一个龙宝宝？咁呢边可以崩吗？唔好崩啦，我觉得就系啦。咁UKC 可以慢慢嚟嘅，慢慢嚟唔错嘅。但系呢个有少少急啊，系可以话太急添啊。呢一波系抢到血嘅，抢到血嘅。咁呢个崔健自己行到去个毒圈嗰度。咁但系呢支火枪直接俾一个火球 melt 咗啊？点解啊？呢个冇炸 lock on。有少少关键，哇！呢边入咗一个斩杀啦，再唔冲冇啦，哦 ，GG， 有啲可惜，有啲可惜，可惜。其实佢成局都打得几好嘅，我 UKC 呢边就紧张咯，有啲输打紧张。太緊張啦，冇辦法。咁跟住落嚟下一個係我哋王牌 Savishi， 傻逼。傻 B 傻 B 喺咪度？傻 B 喺咪度？傻 B 系喺度嘅。OK， 咁傻 B 要 ban 咩咧？我系唔知道嘅。好尴尬。傻 B， 傻 B 啊，傻 B， 傻 B 啊 ，You here 啊，傻 B， Hello， 果然。快在线啊！唉 ，OK。
好啦，下方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这选手一个无比多数气球啊，因为边个就是一个王主，但是一个毒药俾对方都冇派一个墓园咧，就俾落咗个 oops。你哋好啦，即系一个黄猪嘅，咁但系沙边有一个龙宝加 tombstone， 会唔会系一个天狗或者一个墓园嘅？拆咗咧，原来一个 RG， 呢支火枪再加一个 bandit， 甚至手一手呢个龙宝肥咗，肥唔肥得死？火枪系死得死啊！咁但系呢边其实沙边比较亏费啊。再加埋一个骨龙，呢波有少少难受。被迫交一个火球，哇，太难受啦！点讲咧？头先嗰波黄队我又唔知算唔算急。好彩 B 再交，咁呢个一个三发十嘅黄具。咁应该 Sabi 呢一波赢嘅点应该系一个沉底黄具啦，再打一波黄具双黄具龙宝嘅一个推进先至入到去，如果唔系好都几难入。我点话沉底一个 bandit， 咁可能最后一张应该就系一个嘅 Megan Knight 啦，唔系 Megan Knight 系一个系 Megan Knight。好，咁 Sabi 一个 bowler， 咁其实呢个 bowler 系咪落嘅有啲迟咧？好啦 ，Megan Knight， 咁 Sabi 呢波你啦，啊美啦 ，Sabi 啊 Sabi。即係我其實單由 deck 嚟講咧，應該就係阿查比較有勢嘅，但係方法咁呢場就基本上我已經可以提前攻氣啦。查比而家再沉嘅話，自己真係時間唔夠，咁查比人都放棄呢個啦。好，咁暫時就1-0。運營唔好咯，我覺得如果運營到，基本上贏啊！如果運營到，我啱啱發起咗第二局啊，咁而家點啊？已經連贏咗三套啦。跟住啊，發緊夢。OK。我今日再沉底一個血豆加小點，再加骨碌，會是乜嘢咧？巨人，巨人電車，就俾你卡走，冇乜贏到電車啊！呢個睇嚟係一個氣球啦。因为这波来势汹汹，
益，但佢係先得沉第一個嗰句，咁呢個炸彈塔一定要補啊！係呢一個，哎呀，呢個蝙蝠很可惜，很可惜。诶，系一个大皮卡，咁就好玩啦。咁就等于呢个，但系呢个玩偶用咗个火枪硬拉，咁 four for four 啦。咁但系呢条吉龙有冇火球？要一个箭雨加小电话手速快嘅一个点，再跟上一个 best。哦，但系呢支火枪街嘅屎都拉得非常之好。咁十 B 呢个点走？哇，难走啦！哇，好难走，好难走，放工，拜拜。哦，一些个稳机会嘅能力实在太强。那边是不是要离科斗快？哇操！真系，但系斗快斗唔赢嗰个。我必须要讲嘅就系斗快基本上冇可能得嘅。GG。是不是第一波地被穿四啊？有冇人帮手读下奶嘅咩？我需要你哋嘅读奶。有冇人帮下手啊？读奶一下，唔该，求下你哋。需要有人读奶一下嘛？拜托，读奶一下啊！用个手机入边。有人可以帮一下嘛？好，今天是打 KC。 来来来，毒奶一下，毒奶一下，拜托毒奶一下，毒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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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KEC 喺度系咪先啊 ？KEC 站，俾齐咗先啊！而家等一等啊 ，KEC 先啦。Mega Knight， 你不哦 ，OKC 一个无缘呢话猪猪，呢个 Barbarian 笔唔舒服，舒服，最舒服仲要讲咩？我都唔知佢讲咩，就系舒服。咁今日睇嚟一个超骑猪。超騎豬定係一個騎士啲咧？
呢就，诶，见到一个 motor 住。好，咁呢个龙宝基本上呢个时间系无解嘅。咁呢个时候将呢个主力放咗喺呢个东线战场嗰度。好 ，Demus 再次跳珠，哇 ！KC 呢波有够难受的。好难受啊 ，KC 这把真的好难受啊！下慢了，下太慢了，这个真的下太慢了，下快一点的话，让他锁一下王毛也好，这样的话这个飞机炮太赚了，这四下太赚了，这个要直接毒走，不毒的话这把火枪根本无敌，所以火枪是基本上一定要毒的，但是在蜘蛛加哥布林就很难解了。龙宝可以蹦迪一波，哎，但是因为他晚叫了一个火球。对啊，瓦吉里还有野猪啊，哇，这波咋手？现在那个快递没有了，击退太难受了。要蹦吗？还是不蹦？哇，这个火球，哎，没有砸到塔，但是也是挺亏的。好，蹦迪了，这波加上毒药，其实伤害是挺多的，因为其实基本上没有很好的手段去解墓园，然后最多就是瓦基里，然后就瓦基里而已。所以 KC 其实是基本上跟毒也是不亏的。好 ，KC 可以再成一支火枪，因为现在没有火球在手了。还有三张，然后迫击炮再次出来，有屋子吗？有屋子吗？屋子，哇！直接蹦地这么猛了吗？要读得出来吗？读下毒啊、哦！没得下毒。啊！但现在这么的时间非常的危险，太危险了。OKC 再来一个王魔埃切，而且非常之嘞。好，咁 KC 而家基本上稳打，基本上稳打啦，唔好急就得啦。好啦，呢支火枪直接夺走佢好唔好？咁呢个有啲贪，有一点点贪。诶，呢只猪直接塞咗个航母。好，龙宝呢波可以崩。再跟毒，基本上就赢啦。好 ，Demus 再一个雪球，雪 Demus 嘅运气会唔会太好啊？地方会，但系呢个龙宝突咗两下，基本上入斩杀王冇，再斩到下冇，哦，恭喜 CC 啦，下一个，哦。Demus 嘅不败金身被打破，但系 KC 都要赢得铺先至赢到呢一 set 嘅。
好，今晚先凑一个 set。但是其实说真的，我觉得牧原其实已经足够去打跑电车，就是如果你防守真的那么差，你牧原电车你就守不了，那你玩什么牧原对不对？你又有坏地，又有牧原去解电车，怕个啥？这是现在没有击退了而已。如果是以前有了击退了，那更加看好了。所以我觉得 KZ 还是上牧原就好。我猜啊，其实是可以再上一个，因为其实他现在就是四三的话，他野猪跳的话就难受。就是那个古龙有毒吗？有毒吗？要毒啊！没毒就难受啦。电龙是。是水人吗？那这个旋风要拉好啊，这个旋风或者不拉也行，那就直接卖，然后下水人，对的，然后哇，这个五个黄毛太舒服了，这个直接砍啊。对啊，所以就是如果你那个牧原打迫击炮，不是迫击炮，打那个电车的话，你就是要那个快递要下好啊。你快递砸到血豆豆，基本上没啥事情可以发生了，都知道。我这一次这样看啊，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好，而家 KC 要唔要手啊？可以直接买血嘅。对啊，我是感觉招来没毛病，而且这台电龙其实挺无敌的，但是也是要保一下，不然他直接解到的话也是挺难受的。一定要保，这个电龙不保不行。保到吗？保到了。啊，可惜，还有一个另一台电龙，那挺舒服的这个。看一下。要拉风吗？没有拉风。两条地狱龙被整整齐齐的被那个电龙几次哦，有够整齐的呢。但是这个水人都略为抵了那么一点点了。这波送了挺多费了，是不是啊？这个电龙要下，电龙，然后龙宝。旋风要拉，旋风不拉不行，旋风一定要拉。拉风很好。好，那天使保一下吗？好，顶水人可以顶水人啊。没有顶的意思吗？那就先布置吧，我觉得。沉水人也不是不行，不是不行。就是别突然很挤，知道吧？就是他们，我是怕他们不稳啊，说真的，他一不稳的话就，然后心他就爆炸了，最怕就是这点而已。好，天使抓一下，然后再顶一个水人也可以，很好，开始对单位，然后必要的时候直接一个旋风火图直接解掉就可以了。那这个箭雨加起来一个旋风加火球吗？不加火球吗？这么大胆的吗？我说就是这样。
生死局其实就是太浪了，然后我也其实不懂他为什么这么笑。哇，这个墓园打粉丝没了啊！啊！啊！墓园打粉丝难受。这个快递还可以，这个快递还可以，我要相信 KC 的墓园实力。好，这个好像射到一下子。哇，这个龙宝，我不知道怎么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哇，没了，啊，太难受了。我可以准备我用手机来登了，我觉得。啊，我手机登吧，我反正不用模拟器玩。等一下哦，很快回来。我在用 iPhone 登录 OK 好，然后就四方对吗？有了，好，这个视角很上有一点大，我调一下。好，这样吧，我看一下。但我没有用错啊，没有用错。这个是给 i8 用的，为什么反而不对了？好，随便啊。那上面是什么？哦，这个。好，手机登录了。好吧。为什么我 CR 没声音呢？好，有声音，但是好像有点小，调低一点。我先选一下卡组。I'm beside myself, my heart is strong. You're not sure why I'm into it. Look at that, they gave a 幻灭的希望。
我等他先兵，我等他先兵，真的。我想要打，好，这边啊，不演了，不演了。哦，飞奔不溜呢，干，他是在看我，他不是在看我。好，我先选，我再选一下卡组，我选一下卡组。让我先想一下，我没有什么卡组可以玩的，咋办？我没卡组，怎么办？我卡了。What the fuck? 被挖到。又没拉到，我干。
虽然没拉到，真的没拉到。我 ban 了什么？我忘了。Hey straight for you。竟然是豬，
唔记得咗添。我要慳費，我要慳費，你不如買，你不如買，自己就落行降下少少，唔滾要咪都唔滾，慳慳慳慳慳，好啦。
问号咩嚟噶？
咩嚟噶？墓穴，墓穴吧，墓穴吧。天使滾木王居，咁佢冇火球會用咩？火球會用咩？哇！毒藥王具，哇，犀利！
OK， 最后一个，加油加油加油！讲真的，我自己有啲怀疑佢哋换蓝卡。佢咁样出胜嘅话，我真系好换蓝卡，唔系讲笑，好怀疑佢哋换蓝卡，好怀疑，好怀疑。希望佢哋唔好做啲，我是感觉他们真的有机会换账号，我怕他们换账号，真的，很怕，很怕。I go.
Thank you.
搞错。